解散了，解散了，有段时间了吧？OK， 安排起来。喂喂喂喂，你睡着没？唱歌唱歌唱歌，来不来？我不打游戏，我要学习，我要学习学习。哎 ，Justin 在。Justin 24小时在线，但是不行，他段位太高了。你是朱正廷给我打电话。Yo yo what's up bro？ 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广州啊。你怎么没回北京啊？我过段时间。这个时候放你。我先不跟你聊，我先把这火锅整明白，一会儿晚点跟你说。帅气的吧 ？Cool， 王子异，王子异。所以大家一想 9% 就会提到以前，哎，我们怎么怎么样开巡演，怎么怎么样，还蛮温馨的。那个我兄弟，范虫虫，他是叫范虫虫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让我看看你，哎，让我看看，哎，喂。哎呦，这太重了哈，好可爱啊！别亲我，别亲我。嗯？怎么了，豆豆？怎么了？我欺负你了吗，豆豆？我欺负你了吗？我想抱抱他。你想抱抱他？可以啊。都没抱他，他每天都是，他是我们的工具。我的粉丝说他是我们的工具，每天都是拜拜工具，营业机器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想问一问帅气的夜的抖动。好的，我有爱你。热。我感觉刚刚的你才是真实的你自己。喜欢我一定很辛苦。